演播室上空啊，突然出现了不明物体。哦，就看它形如棍棒，哦，闪来闪去，时亮时不亮。哇，到底是神秘来客还是 UFO 到访？Hey everyone, this is Yegor here.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宝，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热点自习室。Welcome to our new episode of Chinese BuzzTalk. Here we talk about different topics that are trending in China.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话题是硬核科幻。Okay, so if you translate that into English, it goes like hardcore sci-fi. 那我得问一问你啊，你怎么理解这个硬核？ I think hardcore sci-fi is based on natural sciences, for example, physics, chemistry, astrology, and depicts the influence or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 or inventions on the society. 你说完以后让我想起了家喻户晓的中国电视节目。这个节目可以说内容十分的硬核，而且形式也很科幻，叫走进科学。演播室上空啊，突然出现了不明物体。哦，在上空高速的飞行，就看它形如棍棒，时亮时不亮。哇，到底是神秘来客还是 UFO 到访？是经过了科学家大量的验证，才发现它是一个，它是什么？破浪蛾子，还是个废蛾呀？那怎么会是飞蛾呢？哎，这里边有科学依据啊！啊，你看，飞蛾呀，它可以骗过摄像机的眼睛，但骗不过人类的眼睛。你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节目叫 X-Files， 对，它每一集呢就会有不同的故事，就讲什么呢，人们没有办法拿科学来解释这个事情，解释不通了，对，他们就觉得是不是外星人过来呀，要跟我们联系呀。所以我每次看完这个节目以后，我就会爬到我们这个家旁边的树，在树上等外星人。对，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过来呀。这是个科幻迷呀。最后等到了没有？最后还是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啊！我在梦里，怎么样？是见到外星人了？哦，这个很神奇、啊。但是他们很坏，他们每天让我干很多活儿啊，拿鞭子还抽我呢。哎呦，拿鞭子还抽你？对，我早上起来看屁股还红的。啊？难不成他真的是有外星人来抽你？啊，不是，是妈妈打的。哎，对呀、啊，妈妈老看着他这爬树，肯定得揍他呀。那么现在的很多人呢也对科幻非常的痴迷，我们来一起看看他们对科幻是怎么样理解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星际穿越。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interesting science fiction novels in China right now. The most interesting one was also about metro, thatThe human being, a group of human beings have to live in the metro, and they experience some kind of evolution in this metro. And it was a novel of Han Sung, which was very interesting. 三体，刘慈欣的一部电视剧叫《三体》，是由于和伟主演的。哇，你看这么多人都对科幻感兴趣、啊、没错，没想到、嗯、还有人提了这个三体。哎，三体发现了，其实我这个三体以前不知道啊、哦、是我的一个发小告诉我。哎，等会儿节目当中又出现了一个什么热词啊啊、嗯、发小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个词很难理解。发小吗？法国人的小孩吗？不是、啊，发小就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朋友啊，所以你从小一起长起来的朋友给你推荐了三体，就是说哎，你一定要看这个作品，不仅是知道、嗯、是非常喜欢的。嗯，没错，而且三体呢在海外啊被翻译成19个语言的版本，对，海外的销量啊超150万册呀，是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火爆。For example, my best friend、yeah. that I told you about, he, 发小、he's doing IT 工作者，他特别喜欢这种科学类的东西。其实刘慈欣的作品啊、嗯、很多都是以硬核科幻著称的，是小说的这个死线、光幕、黑域有一些科学理论基础才会产生的。哎，其实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说以科学家的角度，是的，去讲这些科幻的东西。 嗯, 嗯 Because usually it's all about like a huge hero, he flies everywhere, he's so strong and powerful, but here we
get to learn about this new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a scientist. And I think it's really beautiful. 我跟你说啊，世界各地的科幻迷们，你们有福了。哎，有什么福啊？2023世界科幻大会将在成都市举办，届时啊，世界各地的科幻迷都可以齐聚成都市，大家开一场科幻大 party。哇，真的很厉害，因为这个。应该是 lik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i-fi events in the world. It's called the 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 and it's got a history of 82 years. And the Hugo Award is like a Nobel Prize in science fiction circle. 成都呢，作为中国第一个、亚洲第二个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城市，能让世界人民了解科幻的文化，进而了解中国，了解成都。The 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 will take advantage of Metaverse platform, allowing everybody to visit the event and interact within in virtual reality. It will make everybody enjoy the full immersive experience of the sci-fi convention. And I'm sure that all the sci-fi fans will highly appreciate that. 如果是这样啊，元宇宙的技术成熟了啊，我们要戴上特殊的眼镜，是不是就可以体验这种虚拟世界，对啊，沉浸式的世界，对，能解决很多问题。你比如说你喜欢某一个明星，你抢不到他这个演唱会的票，哦，没关系了，这怎么办？眼镜一戴上不去了。哎，不是，可以不去，因为眼镜一戴上你就在那里，哦，你就跟你明星在一块儿，他给你唱歌，身临其境。哎，就是这样。哇，这个很酷。但是我觉得戴上虚拟眼镜之后，是不是可以在高仿真的这种环境下做一些实用的事情？比如说啊，咱可以戴上眼镜以后开车。哦，这开车应该没问题，不会驾驶，你可以体验这个驾驶的快乐。就是问题来了，会不会我们人类慢慢就把我们现实中的这些一切的活动慢慢移到虚拟世界里面？没错，是线上和线下的一种连通。其实我觉得这种科学的发展，包括这些科幻的想法，应该是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没错，让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创造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哎，所以说科幻也许在未来就是硬核的现实。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watching this episode. We're super excited about sci-fi, and we hope that you are excited about our episodes. 好，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